大家早上好呀，今天是星期五，可是今天我不上班哦，好开心。现在我跟我的小鸡宝一起在沙发上躺着，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就躺着吧，反正今天也是不上班的一天，多么的开心，对不对啊，小鸡宝？小佳，我给大家看看乔吉的新造型。现在是钱小兔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呀！今天是我 Christmas break 的第一天。然后刚刚其实起来跟大家录了一段，我跟乔小吉在沙发上玩，然后结果后面又睡着了。现在大概已经11:30了。然后哇，就是睡到那种自然醒的感觉，真的非常好呀。然后今天外面的天气感觉也特别好，好想出去走走呀。可是我还有很多事情在家里要做。第一呢，我要把我前天跟昨天的Vlogmas 全部都剪出来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我还要在家里把衣服洗一下，然后稍稍做做清洁。对，然后今天下午呢，应该3点过的时候依琳会来接我，然后我们会去downtown逛一逛，然后逛完之后呢，我们应该去那儿吃个饭，然后今天晚上可能会去 slab， 应该就是这样安排的。对了，我现在正在剪视频，然后剪着剪着突然发现我想搞一下鼻子呀，就搞一下黑头，准备用这个小猪鼻子1、2、3，买了好久了，之前用过觉得效果还不错，然后今天接着用吧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因为我在做那个 fasting 嘛， intermittent fasting， 就是每天只有8个小时能吃饭，我坚持一下，所以我刚刚就把昨天还剩下的一个总会三明治给热了一热，准备吃了，懒得出去，懒得叫外卖了。嗯，现在在看 Shelly 的，我也是每天剪片都要剪至少2、3个小时啊，好累好累好累。来不及剪，然后再搭车过去什么的，又比较浪费时间，还要扛着电脑在前面剪。所以他们请假，我今天就不回去了。所以他们要买披萨呢，给我们吃。2 hours later， 我刚刚已经洗了个澡，化了个妆，然后一会儿准备去 Richmond Center， 跟依琳跟令出去逛一会儿街，然后等姑姑下班了，我们一起去吃个饭。乔小鸡，你看大家凑近一点啊，看一下他嘴巴上的这个，他嘴巴上喝的水的那个。水滴都没有掉下，快快擦擦嘴，小田，擦擦嘴嘛，你干嘛老就想下去呢？我就喜欢抱着你，小田。我现在已经出门了，依琳过来接我，然后我们去瑞士门逛逛，然后吃个饭，然后再看晚上怎么说吧。耶、yeah. ！已经来到了乐梯。对，刚刚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令他们要回台湾。我想说，那大家再回去，那我也回去好了。反正我还有时间。我们去成都找卢比。好，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完全 OK， 太棒了。Hello， 棒了棒。没有 Michael 跟蝈蝈都在啊。在啊。我还没有决定啦，你先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你先不要生气，我真的没有决定。乐梯，走吧。我也想喝这个，那个茶色。你不喝梅汁汁吗？要说一句，刚才买茶，这个服务员感觉他的脾气好差，好凶哦，对我们。可是他们的茶真的很好喝。算了。贵。好，给大家看，他们现在都改叫 Chase Tea， 不叫乐天。换老板了吧？Few moments later. 是因为今天我们都放假，他没有放假，所以他这么凶吗？真的好凶，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凶哎。可是茶还是好喝的，我们就算了吧，便宜一点。
是要比我前几次还要甜一点。我觉得它有一点那个草莓的酸，就有点，我不知道是上面加 yogurt 还是什么。那个还行，奶盖吗？这明明是奶盖，莹莹要说是 yogurt。大家评评理好吗？大家评评理可以。因为有一点草，求大家评评理。因为有一点草莓的酸味，所以就是有点像 yogurt。奶盖加草莓酸叫 yogurt， 就变成了 yogurt。零下。依林说还是有点冷的，因为他只穿了个短袖，当然冷了，不然嘞？请大家看着我的卡自然大眼睛，告诉我不冷吗？难道啊？妈呀，这个人有毒吧？我们现在要去 Richmond Center 了，随便逛一逛，然后我们去吃饭，开心。哎，这个好丑啊！那你不会自己快比一下？我们要用模特来给大家试穿一下这个衣服，好不好？这真的很丑哎，我的妈呀！这说不定穿着还挺可爱的。你试一下吧，你试一下我才能评判。真的好丑，还是尖尖的。圣诞树，你快把帽子戴上。你这样像，你这样像恐龙。哎，今天可以买着明年那个 Halloween 穿的。这是树了，这是圣诞树哎。是啊，哎，其实真的还可以。把手放开，有没有可能？往下，你是一棵树好吗？是一棵树。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现在在路上去吃雅士素菜 Four Stone。比较冷，刚才没有那么冷。就是这一家雅士有素食。原来这叫做雅士有。这名字吗 ？Hello， 郭郭郭，我们来了，郭郭郭已经在里面了，帮我们站好位子了。我们的牛腩堡上，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，非常的好吃。是牛腩，这是什么做的来着？豆腐还是菇？豆腐做的。啊，现在炒走啊！我妈呀，好好吃啊！这个是我们点的山药锅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养生。这是我们的台式挂包，超好吃。这是糖醋鱼，哎，也是豆腐做的吧？我们今天吃那么多蛋白，自己会不会蹦迪？然后蹦呢？狂打气。再来依林家。那么这是寄养在依林家的小猫咪，它好漂亮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众筹把它买下来。它真的太可爱了，它是一只没有骨头的猫。它好可爱哦，而且它有点可怜，因为它的主人都不怎么管它，都寄养在别人家。寄养在依林家还好，因为依林对它很好，养它。可是寄养在别人家那就说不一定了，对不对 ？KK， 你就这样吧，你就留在依林家，我们众筹把你留下来。因为太美了。但你不能拍它那个死角，它死角好丑。哎，好可爱。然后白天它就不吃饭，就夜猫子。哦，这是夜猫。哎呀，那给我一个。正常猫的大小。它都不兴奋，我呛起哪它就现在就喵喵。对。先找食物吧，我觉得。我没有啊。你要才也算是食物。妈，好，这鸡蛋罐头啊。就是另一个。这也太多了吧。鸡骨。超市食物。我没有，超市可以买到砍刀吗？超市可以买到试卷吗？超市可以买到扇子吗？烧烤叉可以啊。那好，我们就来找另的吧。找吧。全身是油罐了。超市就是鸡骨，你要猜吗？专业人士，我这是农药哎。专业人士，可是不是中毒啊？不是，这是意外啊。意外就可以喝到农药，意外啊，就是意外的喝到农药。专业人士是什么？汤罐头吗？所以罐头是专业人士吃的吗？你没有啊？我没有啊，对啊。你真的没有？我也没有啊。就猜答了吗？我已经确定了。你都不用挣扎，你就只用等死就好了。等我们都猜不对了。真的没办法。你就直接等我们都猜不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去 Angel 家里了，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去 celeb， 让我们 party all night， OK？
OK OK， 很棒，真的很好看哎、欸。对啊，那个尖尖的头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个是赌场吗？不是，是那个是那个 Harbor 吧？Ruby， 我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做胖，好不好？生日，哎呦。哎、欸、我是来敲完你的，不然太累了。不用撤，不用健身的朋友。谢谢麦麦重新来。嗨。麦麦给我们带了 Churches。耶、yeah. One hour later。现在已经是几点了？十二点半。对，我们现在马上去 Solar。Hello， 各位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要请问哦，你睡这里的话，那我睡哪里呢？佳倩，你把我的位子占了，你让我睡哪儿 ？Hello， 你把我。